花大绑，感觉怎么样？很憋了，绑得非常紧，对，然后而且是从头绑到脚，一点都不能动，只能手指然后再动，对。被捆绑的时候，就是我觉得没有必要吧，我们不是朋友吗？为什么一上来就要这样呢？为什么呀？哎呀，杨幂自从离婚后，一言一行都很受大家的关注，特别是她跟其他男明星的相处，只要稍微亲密一点都会引起热议。不过我们的大幂幂一点也没被影响，依旧我行我素，做自己该做的事情。在节目中，杨幂受到了惊吓，邓伦为了保护杨幂，直接冲上去牵住了杨幂的手，不料杨幂脱口而出三个字：“你没用，很是嫌弃。”这下场面尴尬了。走吧，走吧。啊，小贾，小贾，小贾，给我个胳膊，给我个胳膊，给我，给我胳膊。这是你在哪？在哪？小贾，小贾，不行，你太胆小了，你没有用，你没有用，你没有用。不要小贾，小贾，小贾，小贾。我在这儿，我在这儿。队长，你拉着，拉着，拉着。